所以你要相信诈骗集团的就对了，相信你们啦，对啊，你就相信我们这件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今天先回去啦，这真的十个你不知道，我说真的啦，因为换美金你就来这换一只换美金给你就好，你还在叫他帮你换，嘿，嘿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这一行啊，就是这位小姐，这位小姐。姐，我跟你讲，伊若要学你，你跟你的想，那哪有这么好的，对不？你知道我意思不？啊，伊这就是要骗你的钱啊！一堆人在跟你口坑啊！你要听，看你要听，我哪要听伊的啦？你连伊人生伊的啊变的，伊拢唔知，你就拢甲心肝呢？啊，我直接跟你口坑到要害。对了，这是你们的责任啦，我知道啦。嘿啦，有嘴讲啊无烂啦，所以你要相信诈骗集团的就对了。我相信你们啦。对啊，你就相信我这件啦。好啦好啦。好啦，啊，今仔先回去啦。好啦好啦。你可以问165，165嘛是派嘛是警察啦。165就是你们呢。对啊，啊，我们都亲自来你面前了。好，谢谢。OK 啦，好。老顾在通信软体上认识不明网友，该网友称有管道能以较低价格换取美金，以此赚取差价，但要先将钱转入其指定账户。严谨以自身专业及执行经验不断劝说，积极阻止老户汇款，成功保住老户之积蓄。